那时候你总是绑了两条辫子，戴着一个好大的眼镜。12岁就谈恋爱，你也太早熟了。嗯，不会耶，谁叫你12岁的时候就这么可爱？嗯，那我终于懂了，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来整我。 Oh,
我听见这里有声音，我就知道一定是你回来了。虽然妈咪派出去的人都说找不到你，可是妈咪始终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也一直在等你回来。我只回来拿东西。阿四啊，你该收收心了。 到明企业还等着你接班呢。你自己留着吧，没兴趣。你说什么？我不会再回来。请你不要这样。我一定要确定我的决定，在你控制的世界里面没有爱。 只有权利，只有利益，还有你自己。一个可以利用别人生命、儿子的幸福来当做利益交换的母亲，根本一点都不管自己儿子的生或死。 干脆就当做我死了吧，自己要保重。 我从来没有说过人，大概不知道，摔得越多，就越发痛。 你会回来的，你是我儿子，你一定会回来。